看看独狼伞兵这局的发挥。合将这里是一把钩子 ，Powerboy 手中是把 M 四，枪线上不占优势，但是 Powerboy 的血量，那这里应该是大概率有机会的。位置几乎已经锁定了，就在烂尾楼里面，还有一颗雷，两个火，对方只有一颗闪和两瓶火，没有任何的烟雾弹，那可能连这个门都出不了。这是刚才从盒子里边舔到的那个价值千金的手雷，直接炸到！哇！天降伞兵，独狼吃鸡。只有三个干拉的，哪里？我觉得你先帮他。哎，跟我上面拉拉。上面上面是底坛。来帮伞兵。好的。OK。你们说压缩后，你们压缩。说对了。牛逼。我帮伞兵。伞兵底坛还有吗？还有。走。你们点上这个，这有一个。他退了。杰金姆在哪？你别过来，有另外的顶了。别急。又打一个。没死完。哈维拉到了一个致命的世界位，看到一个僧人先打掉，直接补，直接要补。看到小杰还挂到一枪头，直接跳枪出来放到了杰。哇，打得非常的主动啊！是的，朱德宝已经贴山脚了。不过另一边 TT 的这台车可能要出事儿，梦瑶一丝血落地直接摔倒。这哈尔波也打。另一边又是一台火力车，阿杰被接一个下车，金城是一个丝血。队友也在不断的补枪，三连暴走。动车了，物资车往左开。火力车，火力车摇伞兵，去比赛我。直接帮。梦烟了，伞兵。摔死了，摔倒一个。再拖一下，快到了。牛逼，打他。死亡。牛逼，帅。